嘉欣，你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
要不咱们先回家吧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待会儿。要不咱们就把相机的事实告诉嘉欣。不行，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天方夜谭，但你仔细的跟他解释，也许他就能相信了呢。再说了，实在不行，你就再带他回到一次十年前，不就完了吗？ 吴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会记起前几个时空的记忆？